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，10月13号，那个瑞芳南楼呢，9:31，出发车是11/31将沿线港树林的 EONU 52南洋花节彩绘的圈车，在瑞芳南停靠，然后今天不带币，然后等到36分才能死。我想每个妈咱们多多点我们的激光片，就那样再见。